2018哦，我是刚刚来荷兰的2018年12月15号瑞邦荷兰的10:54，我们就是2018。所以发车就北欧香港花莲的普悠玛奖啊，还有2033叫天文三次车王普悠玛奖在瑞邦站通过，现在跟你们2018。拜拜，再见。那下面妈咱们都点我们来讲，有的是8180。八楼主播到九平有刚听了三节第二十人开始他开车，有的17次让八楼讲修完线了，有的音律手也是他们怎么就把酒声源的，谢谢大家。